手上拿的是一个凹面镜，这个凹面镜在阳光下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有一个聚焦的焦点。现在焦点刚好在这条线上，我们慢慢把焦点移过来。好，在这里这个位置，我们放了一个火柴。那么，把阳光的集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火柴棒就烧起来了。因为热都集中在那里，光聚集在那里，热就聚集在那里。现在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个凹面镜，这个凹面镜呢，我现在把它对着阳光，在阳光下它就应该会有一个焦点。这个焦点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测试。你看，现在我的手再过来，哇，哎，这就是它焦点的位置，最亮的那个点。那所以我现在的火柴呢，就要放在这个焦点的位置上。这个阳光下呢，前面这张纸上面就有一个亮光了。现在慢慢的把这张纸靠近这个镜头，我们会发现，哦，找到焦点了，最亮的那个点。现在我要把火柴棒放上去，放在焦点的位置。刚才我们看见这火柴就烧起来了，因为光都聚在那一点，所以热也就聚集在那一点。够热的话，这个火柴到了它的燃点呢，就烧起来了。我现在手上抓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饮料的铝箔罐，它的底部呢，就是一个凹面镜。在阳光下，我们来找凹面镜聚焦出来的焦点。哦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焦点，光聚集在一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把火柴放到这个焦点的位置上面来，让火柴头去接收到最多的光。哦，成功！就用这样一个铝箔的罐头底部。这边是喝啊，这个底啊，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凹面镜找焦点，让阳光的热集中在那一点，所以火柴就烧起来了。